Me llamo Mario Alonso, soy español, pianista y vivo en Shanghai desde el año 2017.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2014年，那时候我的感觉上海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城市的感觉是蛮多有，然后从2014年到现在变化很大，就是生活越来越方便的，就是城市感觉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美。跟我的广东和国外广东有点不一样的，这是第一个，因为我觉得。中国观众比较年轻的，有很多30、40岁的人，还有很多小朋友。国外大部分的观众比较就是年纪大一点，是50岁、60岁的，没有很多小孩的，所以这个有一个东西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观众在中国比较热情的，国外感觉的没有那么热情的。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用中国曲子的。像茉莉花、浏阳河、黄河都有。我以前就是大概一年的，在中国差不多做30趟园区的，然后我就很多城市的，去过北京、西安、深圳、广州、珠海、长沙，我就很多很多的。上海我有很多地方很喜欢，像外滩的，我觉得很漂亮那个地方的，也以前跟朋友们去那边跑步，也喜欢去这个中山公园的股东。也喜欢在街边新天地，有时候吃饭的，所以上海有很多特别的地方，我很喜欢。Hello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冬天喜欢吃冰淇淋的，我们中国冷的天气喜欢吃冰的，喝冰的，冬天喜欢喝热的，吃热的，是不是对吗？北方因为人北方有暖气，他们才会在那个大雪天卖，在室外卖冰淇淋。因为我们西班牙这些冬天没有个人吃冰淇淋的，就是夏天的，而且是漂亮的，就海边的。然后你看那个狗地那个东西的，漂亮，鸡蛋很一般，但是马德里城市的这个全部都很漂亮的，这味道还可以。对，我感觉还是有点，我们那边没有像有坚果。那么鲜的，我觉得有点鲜了。香味啊！Gracias，gracias，gracias。